7月22日，张歆艺在微博发文称：“我怎么感觉袁弘又要黑我？”随后，袁弘更新动态，晒出张歆艺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不黑不吹，街舞 girl 日常狂。”照片中，张歆艺身穿黑色背带裤，正仰头挥拳，同时还咧嘴大笑，画面十分搞笑俏皮。张歆艺紧接着在评论区配图评论道：“实力狂。”照片中，张歆艺正在进行瓶盖挑战，奋力踢腿，击向袁弘手中举着的水瓶，而袁弘则穿着古装，十分专注地为老婆张歆艺的瓶盖挑战录制视频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